今天是我们中西一区哦，欢喜过年的一个大团圆的好日子。那菩萨家庭呢，又添丁哦，要恭喜我们身穿柔和忍辱衣的新委员跟新慈诚哦，天大祥云佛果，福德宝，健康幸福不会老。请大家一起来唱歌，呼威尔来一对，呼来预备备，呼威尔，加油加油！戴季龙师兄，第二位，
张敏堂师兄，第三位陈世能师兄，来，卓美师姐，凤美师姐。等一下有歌声的部分呢，全场可以大家一起唱。可是呢，当荧幕上出现说“请准备接唱”的时候呢，请现场所有的来宾嘴巴就闭上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上这位哈。那唱完了以后呢，由评审我会说来，评审请给分，来麻烦评审来举牌，五支牌子里面有举三支就算过关。好，包容，请出题。好，来一起唱了哈，这首呢什么呢？好，来，音控声音麻烦给比较大。好，来一起唱来。来，答案。好，善解，善解是什么题目呢？和气会队的是景南师兄，泽荣师兄到了吗？他的工厂在忙哈。文正师兄，包文正啊，李显师兄，再次感恩哈所有的户外协力组队长，周师兄。人人接待干事如英师姐、月娥师姐。新春愉快，阖家平安。那也期待在2017我们的师兄师姐殷勤精进到场，宣法要文法，要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道场上面殷勤精进。感恩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过去一年的付出，也期待我们携手迈向2017年。朱姐在慈济里面穿上这一件衣服，就是象征着帮助人的、护卫人家的、呵护别人的，就是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好，上人愿意以他的血来供养叙利亚的难民，身为弟子的我们，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替上人分担解忧吗？所以一对莲花一万块，也可以小额捐款，金额不拘，可以像我的新的创新的那个做法啊。